此际，美国北加州分会举办了年度的人文教育精进营，来自湾区五所慈济人文学校的老师一起经验交流分享。我喜欢加一分。课堂上开放讨论。我只是想说，你们要给爸爸妈妈一个机会，让他们去学习。也有语重心长的叮咛。圣荷西慈济人文学校的王志梅老师换个教室，和高年级老师们分享八年来的教学经验，期盼孩子专注聆听。那么变成学生时可以做得到吗？心念专一，吼吼吼！好，我们来考验一下老师们的专注力啦哈。多用点心，朱丽叶啊，朱丽叶，哦。来自圣马雕的教师团队带活动来协助人人都会遇到的难题。我们研读了之后要消化，慈济北加州分会邀集了湾区五所人文学校的老师们参加一年一度的教育精进营，从教学技巧到慈济人文，大家倾囊相授不藏私，共同的目标就是快快乐乐健健康康，我们做慈济，我们做老师，我们做上人的好弟子。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美国报道。